北北是桂圆面，真好好吃哦。奇怪，你为什么要喝我的水？ 哇，好吃哦！这水停不下来。哦，你怎么吃成这样啊？吃慢一点呐，先喝一口。哎，真是讲不听呢！而且都这样睡觉，你还吃那么多？我停不下来啊。 都只吃菜嘛，减肥的时候也要吃一点肉啊，要不要吃一点？哎，那不吃一点吗？懂了。你不是在减肥吗？有点不好，就想大吃啊。而且听说不吃淀粉就不会胖，我觉得跟没有关系的。 可是你买这些也太重口味了吧？你吃那么咸，那会超标哎。减肥没成功，我要去淡水了，把你捞回来。什么意思？总成浮尸。你很奇怪哎，为什么要剥光人家吃东西的认识啊？再说，我这个红豆水，假定那不就可以去粉刺？不懂。我乱吃东西像恐龙，可是我的身材不像。 配上这红豆水，OK的。很注意哦。嗯，不重口味，所以你要小心一点哦。你刚刚不是说你吃很饱吗？好了，给你吃的。 我要吃玉米笋，加一个肉。好吃哦，真的好贵哦。睡着了。 只吃三分之一。这上面的酱就很好吃啊，越吃越想吃。老板。啊！烦死了，拿去啊！小心吃太咸，明天被猪头脸。谢谢 baby 啊，那猪头脸是不是很可爱呀？喝红豆水。 加进它冲，取水器。Hello， 我是佩佩。Hello， 他是黄又杰。今天拍的是动物系女友喂食秀，今天真的是被喂的好饱，要吐了。而且明明就是喂食，你为什么会跟着一起？那你在胀什么？ 我觉得我根本就不像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生物。哇，鳄鱼之类的吧？因为我吃东西就很大口很快，会嚼，可是就是嚼，就是塞子差不多可以过那个食道就吞了。把影片拉嘴前面，你细数一下我们两个今天到底吃了多少东西。就还好，还好有这个东西啊，我觉得罪恶感就比较减少。大家下次7月份上留言，拜拜。